我叫宁宇，来自四川德阳，今年18岁。我叫袁海，来自四川德阳，今年17岁。只要有一线希望，我们有一个勇气。马上给你救出去，兄弟！好，别人住，兄弟。我亲生孩子比我的孩子更小。请说出你最想说出的话。好吧，嫁给我吧。怎样，你也嫁给他吗？爷爷。这是一场热闹的婚礼，穿着制服的新郎是天津消防部队的战士尹艳荣。画面中小夫妻俩充满幸福，憧憬未来。婚礼结束后，尹艳荣便迅速归队。谁也不�曾料到，婚礼举行10天后，妻子再次和丈夫重逢，竟然是在他的追悼会上。这个才当了10天新郎的小伙子，在处理天津港812爆炸事故中壮烈牺牲。他跟我说戴上手套，做好个人防护。他说这么大的火，没准发生什么事儿。我们队的徐明森，他回到队的时候，就是说，他说他看见尹班长了，第一个看见的就是尹班长。他说看到的时候，抬出来的时候就已经牺牲了。我看着这他穿的那些衣服，他死前牺牲前经历了什么，他的战斗服全部都已经就是说烧得差不多了，他那个蓝色的队服拿起来还滴血呢，已经烧的就剩了前面这一点，后背全没了，前面都是烧了一条一条的。尹艳荣今年25岁，入伍7年来共参加灭火救援1000余起。作为队里的老班长，尹艳荣不是身体素质最好的，但却是最勇敢的。一个拉面馆着了，一会儿火还着了，我们出警去了，灭完了以后直接进去，以后根本就自己一个人进去，进煤气罐把煤气罐拿出来了，他一拿出来以后，所有人都往后退，那难道他就是真傻到那个程度了？我觉得他这就是属于勇敢，因为我们俩没事，就是我俩坐一块聊天的时候，我俩也什么都聊。总感觉这个死亡离我们很远，真的，真没想到，就是说会发生在我们自己身上。我们就这一个孩子，独生子，他爷爷他奶奶跟他这个老小姑抚养大的，这孩子就是，哎呀，没享着福啊，这是最大的遗憾。3岁他妈走的，
尹艳荣的新婚妻子叫罗守燕，在他的无名指上依然清晰可见爱人结婚时送他的戒指。新娘，看新郎的父亲叫什么？爸爸。哎。罗守燕是贵州人，两人异地相恋四年，因为工作忙，尹艳荣无法经常陪伴妻子。在婚礼现场，尹艳荣曾经做出承诺。但是让罗守燕不曾想到的是，这句誓言有效期仅有十天。此刻罗守燕刚刚嫁到哈尔滨两个多月，除了婆家人几乎没有其他朋友。让一家人有悲有喜的是，罗守燕已经怀孕，孩子也有了胎动的迹象。虽然还未出世的宝宝根本没有机会见到自己的爸爸，但罗守燕表示要和孩子继续生活在这个连路还都陌生的城市，因为这里是自己爱人的家乡。家里面我也有父母，也都60多岁了，我舍不得他们，但是我在更靠近我在爷爷奶奶。我是我舍得离开这里，就是很糟糕的，让他们给我勇气撑下去。我觉得我选择留在这边也是离他近一点。在这次战斗中，天津公安消防牺牲的24名消防员里，年龄最大的是天津市公安消防总队开发区支队副支队长王吉良。王吉良入伍25年来，参加救援战斗5000余次，在多次艰难的救援中，带着战士们全数归队。他的爱好就是灭火，一般去火场，他带去的弟兄他都保证完好无损地带回来。有句话他在火场是有危险我先上，因为我经验非常丰富。在战友的眼中，生活中的王吉良其实是个慢性子，但是只要一提到火，他就像换了个人似的。平时不是那种急脾气的人，但是见到火以后，他那种性子就是特别急。虽然40多岁的一个人了，有时比我们这个年轻人走的步速都要快。就在812爆炸事故的当天，王吉良同样匆匆地离开了值班室，但这一次他却将热血洒在了他最爱的火场。当天晚上我听到爆炸以后，我赶了从家里赶回来的时候，我当时看着他的门是虚掩的，应该感觉到当时走得非常匆忙，就没来得及关门就走了。这是他的办公桌，桌子上的电脑还在正常的工作着，床铺上留下的仍然是当时急匆匆的凌乱。这喜糖是有人刚刚送的？对，有的干部结婚，刚刚为了送的喜糖。现在他已经参加不了了，因为上个月周日结婚。22号。据王吉良的双胞胎哥哥王吉明介绍，在王吉良25年的消防生涯中，他一直守在救援一线。由于除夕是每年重要的防火时期，王吉良几乎从未回家吃过年夜饭，就连去年母亲的忌日，他都没能从回来。今年初二是我妈妈的新坟，
上完新闻没有吃饭就要回去。哥哥王继明说，王继良还有三个月就准备复员自主择业，原本希望弟弟真正从一线上退下来后，今年的春节哥俩可以一起吃顿团圆饭。哥，您别哭，您别哭，谢谢大哥。好的，行了，好了，行了，走了，行了，行了，哥，兄弟，行了，别哭了，哥。在别人眼中，这次战斗中牺牲的24名消防战士是英雄，但在战友们的眼中，他们只是普通人，是自己朝夕相处的好兄弟，是自己生死与共的战友。令战友们悲痛的是，在牺牲名单里有一位还有2个月就要复员的战友庞提。庞提今年24岁，是家中的独子，父亲给他取名提，寓意积极向上，金榜题名。因为家族中有10名军人，庞提从小的梦想就是当一名军人。刚刚入伍的时候，庞提瘦弱单薄，体质较弱，根本无法跟上高强度的训练，但他凭着一股韧劲儿，不断给自己施压，逐渐成长为业务能手，并被提拔为战斗班班长。2012年的执勤岗位练兵比武竞赛中，他的成绩名列全总队榜首。8月12日晚上发生爆炸时，庞提刚刚做完中耳炎手术，处于休养阶段，本不应该参加救援任务。但看到冲天的火光，庞提主动请缨，率队第一批冲入事故现场。8月16日的凌晨，在失联81个小时后，庞提被确认牺牲。他原本打算2个月后复员，回去和父母团聚，父母也在渴望着那个时刻。但是现在，他们却只能来部队探望自己再也不能归家的儿子。爸爸妈妈，他我们就用倒计时来搜这个时间吧。庞提的母亲曾在2007年得过脑梗，为了给母亲治病，庞提每个月都会将工资全部邮回家里，自己舍不得花一分钱。他没丢脸，没有，他没丢脸。他真是个好样的，没有，让他们知道。每年9月8日是庞提父亲的生日，每到这个时候，老人都会收到儿子打给自己的祝福电话，可是以后再也不会有了。这天，老人穿上了儿子生前的军装，拿出了儿子的军功章，整整坐了一夜，哭了一夜。您还有2个月就退伍了。等会儿吧。没事，你跟我说，还有2个月就退伍。他当时就是说嘛，就是结婚嘛，他回去要，别等会儿，等会儿吧。Thank you.
让我一生都好不了的疼痛。我听见你思念妈妈的歌声，就像妈妈在呼唤你的乳名。生活中，他们是一群普通人，是父母的孩子、妻子的丈夫、孩子的父亲。而当人民生命和财产受到威胁时，他们只有一个名字：消防员。在灾难面前，他们义无反顾，留给我们的是一个无畏的背影。